那都被蚊子咬了，看到吗？取了一个好大的包，对。来最香，你痒了。啊，擦了那个蒜泥。痒了是没？被蚊子咬了一个大包。阿婆这里有蚊子咬了。没了，你敲这里。来，这里请你老爸来把碟拍起来。哎，今天早上就拿那个在那里打，哎，扭屁股，又晃手，痒了。来敲起来。哆来咪发嗦拉西，咚咚锵，咚咚锵。哆来咪发嗦拉西。敲给舅妈看哈，敲这里，敲。哎呦！你是乐队是不是？来，大家一起。来来，我不给你哦，来我看来，不要哦，搞得我好痒哦，走这里，朝这里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阿婆会敲，阿婆会敲哦，敲一闪一闪亮晶晶，会不会？来，把这个捆起来，来噻。风火轮哦，咦，这里手还有一个，咦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你看，就敲两天吧。敲个三下，没，赶紧敲，你会敲吗？哈哈哈哈哈，拿这一头，敲糖果，拿这一头。你要放嘴巴，不能放嘴巴。嗯，你就乱敲。都想拆了。他也想拆开了。他想把它拆了。你想干嘛？拆不开，他要发脾气了。你要发脾气了。没有帮你敲。不能敲。不能敲你，你敢破坏呀？把你老爸传神的音乐细胞拿出来。今天是真的要回家了，我们在这里了哦，好不好？嗯。去拿好东西，还有东西没有拿过来。不去了。饿死了。你过两天回去了再过来哦。哎。好不好？好吧。嗯。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去？不是蚊子溜了，是那个长那个热热泡。太热了。进来了，傻呀。你想吃什么？面包吧。吃什么？你想吃什么？来我那里玩呗。出来了呗。太热了哦。哎呀，老久不能抱宝宝了，是不是？拜拜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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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啊，廖总，你是否要在这里过夜呢？去接美女。我知道你还不舍得回去的，没事的，你留在这里嘛，是不是？你不要慌。好，我知道你有自己的安排啊，就不耽误你的人生大事了。哎呦，这么晒哦，赶紧给他上车哦，慢点了不啊，过两天再过来啊。好的。哎呦，好烫啊，这个太阳。一路顺风啊。
太晒了，我估计今天也是三十多度，我天哪，还好有点风。哎，小安回去了不好玩了，瞬间就安静下来了。过两天那几个牛又上学了，又安静了。